花好月圆人团圆，你歌我唱共享宴，大家好，欢迎。欢迎各位莅临手牵手一起唱公益音乐会，我是上半场的主持人苏守良，在合唱团担任 tenor。我是黄仁书，在合唱团担任 soprano。这场音乐会是高雄市医师工会合唱团成立7年以来的首度公演，同时结合了高雄医学大学合唱团和长阳阿卡贝拉传唱团一起演出。在这中秋佳节前夕，我们将以最诚挚的心，用最美好的歌声与大家分享。在音乐会开始前，我们先欢迎我们医师工会的大家长王清晨王理事长致辞。有请。各位嘉宾大家好，大家午安。首先预祝中秋节，明天中秋节，中秋佳节快乐，人圆团圆，月圆人团圆。我想今天刚才主持人讲过，这是我们医师工会7年来的第一次的公演。其实我们以前也是有表演过，那是跟南部市县市合唱团的一种观摩啊。那真正的公演，这是第一次，这是第一次。我想我们工会的合唱团成立到现在，是由一群医师跟健师，那一起来每星期六下午的时候来练唱。我想音乐可以陶冶人心，可以陶冶人心，也可以抒发我们的感情。但是合唱的话，更能够让大家得到一个共鸣，大家联络大家的感情。所以合唱的话，在音乐又是占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一席。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工会的合唱团有长阳，就是我们工会的另外一个小子团，就是无伴奏的人声乐团，还有高一的合唱团一起来为大家做这一次的慈善表演。跟高一合作，就是表示我们一个传承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能够一届一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啊。那第二个，我们医师的天职就是本来就是救苦救难，就是要守护健康，守护生命。那所以这是我们的天职，但是我们又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合唱团有一个重要的不只是合唱团，还是我们医师，就是希望把这种对世人的爱能够传播出去，除了健康以外，还能够把爱传播出去。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执着就是传播健康与爱，那就是我们其实就是秉持着医师的天职，医师的本来的职务，把这个扩散出去。我想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在大东医师文化中心来做表演啊。我知道合唱团表演都非常努力在练习，那我想这是第一次的公演，我们朝着更高的目标，向国家企业来迈进。首先还是要感谢这些团员努力的练习，再来要感谢我们的老师以清老师以清老师，还有我们伴奏就是凯贤老师非常努力我想今天大家到这里一定会感受到他们美妙的歌声，也希望他们的歌声能够带给大家一个非常快乐的佳节。最后，我还是祝所有的嘉宾心想事成，健康幸福。谢谢。谢谢王理事长的努力。请回说。接着呢，我们邀请社会局局长姚宇进，还是社会局官员。那还有呢，我们是接下来呢，我们陆续介绍
莅临的嘉宾，请念到名字的嘉宾呢起立，跟大家挥挥手。首先邀请那个郑英杰理事长，屏东县理事公会郑英杰理事长。还有赖聪宏副理事长。萧志文荣誉理事长。朱荣茂荣誉理事长。张龙洲理事长。谢正义常务理事。还有我们高雄医学大学的校长钟玉志钟校长，要不要来跟我们致辞一下？钟校长要不要跟我们致辞？谢谢。还有我们的钟允文教授。还有健保署的林立仁组长，以及高雄县的前理事长吴东福卢理事长，还有高雄农民总医院屏东分院的院长万树仁万院长，还有高雄农民总医院内科部部长陈尧生陈部长。另外，张青云张前张荣誉理事长，以及林俊杰林理事长，长官真的很多哈、哦。那姑且我们就此打住，接着我们开始准备进行我们的节目。紧接着，精彩的节目即将开始。好，首先出场的第一个节目是由高雄医学大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这个合唱团是由潘贤伦老师所指挥。那潘老师呢，他致力于阿卡贝拉的推广，他所带领的人声乐团的 Pure 和卫乐团还曾多次的荣获国际大奖，入围过第27届金曲奖。另外担任钢琴伴奏的是林富仁同学。这一群青春洋溢的年轻人要为我们带来三首不同语言不同曲风的歌。第一首是拉丁歌曲 Cantate Domino 降一大调，颂赞上主。这是日本311大地震后作曲家松下根在为日本而唱的活动中所做的一首曲子，歌词是采用圣经诗篇第96篇虔诚的祷词和流畅与激昂的旋律，充满了生命力与希望。是的，第二首是卢凯族的民谣《鬼狐之恋》。这首歌呢，叙述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一个卢凯族的公主，他在鬼狐森林迷路了，邂逅了百步蛇狼，接着他们相恋结婚。他在临行前和父母与族人一一的告别。这首曲子充满了哀伤，但是很优美的一首曲子。的确如此。第三首《别来无恙》南德莫伊亚。各位有看过日本动画电影《你的名字》吗？这首歌是片尾曲，内容表达男女主角心境的转变，直到最后见面时的喜极而泣。好，那么接着我们就一起来欢迎高雄医学大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三首歌曲，请大家掌声鼓励，欢迎高雄医学大学合唱团。